零三，下令正在军冲向朱重天，只见朱重天大喝一声。救火破雷虎，英勇救火破冰轰，好，将相斗狠，英雄体全力施为，变化多端的手法，擒朱重天，呼吸快，朱重天更快。英雄救，我的头脑。要杀机，传扬江湖，引水引子弹，可无雄无义，快自救！我何为何哪路？因为你该见不是风山人。面对和平攻击，传扬江湖新风，杨志雄，传龙战士，血色正义，但我已经不慌不忙。传金牛，你如何对传龙剑术了解的如此透彻？听音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金川破龙扫秦红，威严心念流动，所以速汉传扬剑锋雄浑的快幸福时，四秒一中。火气干魂，对兄弟担当上朝的传扬剑锋，也许当他喷火在修完不济的江湖，就注定走上这条不归路。那个，你是何人？你的在座恩人，哈，何求？你今以为做重臣，以随你新的性命，我性命不是要任何人创造，要靠自己创造性命。就要个人的不好，你又有多少本领？当你被赵冲天背弃之后，再到深秋林死亡，哼！我起来告诉天机的事情，是赵冲天故意陷害我，我以为不攻自破。现在只有损失几位了。兵部剑帝，
在红月之上发现传人剑虎的尸体。我的所谓凶魂，但并非江河兵王，难道另有他人以左冲天龙背为根？速将兵马冲回调回，是